跟你讲吗？你现在在旧金山，你现在在洛杉矶出现了很多，哎，居然堂而皇之跑到店里面，对，堂而皇之跑到店里面去抢劫，没人管。现在来讲的话，其实在 California 里面出现了一个字叫 pimping，pimping 叫什么意思？就是说呢，我去抢游客。好，我先不要想自己了，我想游客当成副业，我是斜杠青年，而且他们多离谱。先看第一个画面，你知道吗？有些人观光客他自己去租房租车子来，在加油的时候，因为你加油一定会把锁打开嘛，所以竟然有人开着车子过去把加油后车厢给掀开，然后呢把他的行李，因为我来加州玩，自己带着大包小包租个车子，竟然就这样子把他给拎上车，然后就开走了。他也不怕你抓，因为太多太多案子，所以现在加州的警方根本就抓不上。你看这个画面扯不扯？重点他开的车很好哎，对他开的车是非常好。然后另外来讲的话，在另外一个画面是他在车上休息，驾驶在车上休息，他也不管，他就是每个弄，哎，打开了，他已经把他的后车厢给打开了，打开说，哎，有人，那我先走了，拜，又把后车厢东西拿走了。对，所以现在来讲的话，一个一个，然后甚至呢，只要有人的地方，就会有车子的地方，他就去砸。刚刚还算文明的，如果我打不开，我直接砸车。对，接下来讲的话，很整排的汽车就直接被砸，因为那边来说的话，他们的那种车都是防爆玻璃，防爆玻璃什么意思？不是。是不是说打不破，是打破之后呢，割不了你的手，因为呢，他怕你爆炸之后溅伤这个驾驶，所以呢，他就像这样子，他是一片一片，一个塑胶粒一个塑胶粒，他会黏住了，所以他根本也不怕。有些人就直接拿罗赖板，砰砰砰砰砰，打四个角啊，对，把角落直接给打进去。他们说现在来讲的话，真的在这个加州来讲，可以说是无法可管，那就太无法无天了吧？对，而且那边很多的瘾君子呢，他们为了香烟，为了大麻，为了一些药品，他们现在做什么事情？他们要去把这些西药房打开，但西药房他们都有一些保全嘛，所以有一些铁卷门现在的话，他怎么样？他开了车，然后八股。直接撞进去，嘣！就这个画面，宝杰哥一次不行，我再往前一点，嘣嘣嘣，就直接把它给撞开。那这个东西呢，还算是文明的哦。还有一些什么状况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有些怪手就开上来了。开怪手，对，开怪手那个是我看过最神奇的，而且它不是小三猫，它是大型怪手。然后呢，就浩浩荡荡，就是推高机都来了。对，开过几个这个街廓，然后呢，直接用这个两个插脚把它给顶开，顶开之后进去偷什么？他只是为了偷大麻、偷香烟。然后呢，就给拿走。现在来说的话，这些东西是越来越多，而且他们完全不怕人家看到你。他们现在来讲，他们真的是完全不害怕。